洛杉矶县植物园连续第二年推出月光森林，以中国四川省的灯笼制作手工艺，呈现丰富炫目的动植物和人物形象。今年更是新增北极梦幻和海洋透视主题，展览时间为11月9号至明年1月12号的每个周三至周日，观众将在此期间欣赏到灯笼的梦幻世界。现在正在位于亚凯迪亚的洛杉矶县植物园展出的大型手工艺灯笼展“月光森林”共推出60款巨型灯笼设施，全部来自中国四川省灯笼匠人之手。这些灯笼不但将植物园照射得五光十色，更为游人提供了拍照留影的绝佳场所。We're delighted to welcome everyone to the Moonlight Forest Lantern Festival, and this is a celebration of this ancient, beautiful craft from China.And we're going to have hundreds of light sculptures. In fact, you'll see them tonight, and we hope you'll explore the grounds. This is a 127-acre botanic garden, and across our grounds, you're going to find a beautiful diversity of lanterns. So we just wanted to say to all the folks that when you wander around the gardens of the Arboretum, make sure you check out all 60 larger-than-life lanterns. They're so great. Be sure to stop by and see the BMW one.But just remember, it doesn't go 0 to 60 in 3.9 seconds. 与往年一样，月光森林将让观众置身于巨大多彩的灯笼花朵和各式植物中。观众仍可以看到可爱的熊猫和飞天的巨龙。另外，今年新增的北极梦幻和海洋透视主题将带领观众踏入冬日梦幻奇景和海洋深处，亲身体验企鹅、哈士奇、缤纷鱼群和深海狂鲨。那有一个就是像我们那个像大家身后的这个大的孔雀灯组，那这个是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把这个带回来。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新的，就是一个鲨鱼长廊。那这个鲨鱼长廊呢是从巴黎过来的，因为这个鲨鱼长廊去年呢是圣诞节时候是在巴黎展，然后就受到了当地非常。就是非常受欢迎，所以我就推荐大家去看。除了灯笼展，现场还有音乐、餐车和付费酒吧，更有来自中国的杂技团、舞者和变脸艺术家献上精彩表演。本次展览由洛杉矶县植物园与天域艺术文化合作推出，更多详情请到洛杉矶县植物园官网查询。城市卫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